记者刚有那个的话，我请你资料给我们，好吧？你为什么要打？我来这边现在执行公务，为什么我不能拍？搞到最后什么东西？你拍啊！对，我拍啊！登记登记我的资讯，我身份证拿给你们。配合调查，好吗？你就到三张手机，我要配合调查。那身份证印好了。请不要抓我！没有办法，我们执行。我就说你们都不要碰，我自己走好不好？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，我不是罪人。我只是来旁听的，他们抖成这个样子，这什么国家？这现在是怎样？我只是来采访，要搞成这个样子。我只是来采访，要搞成这样子。悲哀呀，我的妈呀！这就是台北市政府啊！你这个先，你先坐一下哈，我请他来，不好意思哈，那个有那个。
那两个发言人是有特别的时候打电话过来，是是是，好好，不会，你先坐一下哈。都辨识不出来，不是，这是尝试吧？这尝试吧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有其他，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查的，我们先把先大家一开始就这样子啊，一开始记者他没有跳来跳去，今天大家没有跳来跳去，今天大家在查，记者哎，我们不是现在在剥夺新闻自由，现在是言论自由，记者，我们也是为了公民，他是政治记者，我只请勿剥夺新闻自由，班局长，我们都是言论自由，班局长，班局长，在场，班局长是如果。